100只的凋零对上100只的朱布林满兵，到底谁会赢呢？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做过很多集朱布林打凋零骷髅的实验了吗？然后就真的很多观众在下面留言说，哦，可以试试看蛮兵啊，为什么不用蛮兵？对耶，为什么不试试看蛮兵啊？蛮兵呢是整个地狱最强的生物，对上也很强的凋零骷髅，到底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我们直接开始 ，Go， 看看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蛮兵感觉就特别猛，有没有？到底谁会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谁会赢啊？等一下，我靠！蛮兵是不是有点太强了？哒哒，我们再加个200只。目前有200只的凋零骷髅打蛮兵哦。我们感觉蛮兵还是会赢啊。蛮兵好像真的有点强哎。哇，不对吧？300只凋零打蛮兵还赢不了，太扯了吧？都看到这里不订阅一下吗？